春天苗，明天做活动吗？你看不着。我遇到那次活动啊。啊。要得，走啊。要得。我听到你老人家。哎，老头奶奶打个了。喂。要得，我再给你一下。嗯。手放到背哎。大家下午好。今天人家宣传这个手环搭配，今天我是编排关于手环搭配系列小品。寻找就能找到精彩。我们一边走的时候，一边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那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回去吃完去了。你饿啦？嗯。哦，吃饱，吃饭去，你们吃去吧。你们也吃，我们吃那个。快吃了啊！吃了来着。快点啊！我到了。回去吃捞啊！那边有好东西啊。有好东西啊。这个是捞东西哦，还去了。你还没进过来，这是猪血丸子了。没看到过。没看到过，今天就等你吃一盘儿说味道。这个也像高高了哎。是高高了哇，俺白色的呢，就是高高了，猪肉了哇。嗯。你再煮个香菜蛋哈。要得。炒好水。它叶粉都不要的，我去。小蒜儿，小香菜，小白椒，小青椒，小猪血丸子。阿奇。这味道强人哈。嗯。开始绕了个我们村儿进来哈。那么多人来耍的呢，还有。发展越来越好了。不至于么子看水的。今天还宣传知识到位。好多人我们给他耍，你看不到的。所以说，人家说读万卷书，同时也要行万里路了，对吧？嗯。那在杜甫，你在这整不？那得整噻，这是湖南的名菜，我们这边很熟。那是我们广东的哟，这个。有的，要不要出纸个？你出纸哈，我来纸，要得不？我哪里出去纸啊？你们纸不是？哦，要等过年了，你不要想了。嗯。我喊你吃来叫爷爷兄弟。还是拿。拿纸出点汗。至于停了，最忙就起好，起了我们去帮宝宝爷儿些好了，挑两天粪去。很粉粉吗？嗯，看我去买点。